从长健有听高放长官在说说要尊重长辈，但是他知道举债这件事情，我会面临到这个状况。要问他举，那赞不赞成举债的话，问他。长在那边抛婚纱照，是帮高委员拿这个拉抬他的右边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刚刚找一张出来。市长首例猴都已经进入台湾，会担首例猴都已经进入台湾，会担心造成大流行。啊，这个要密切观察，小心了。市长，这个嘉兴楼前也是不是新竹市政府的振兴要再加强？没有的，这个我是不晓得，只是我常常在那里吃饭的，因为在我家附近而已。市长，好，谢谢。市长，最新民调显示哦，您现在有接近快两成的支持度了。谢谢，看展，他们要上进去了哈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大家小心啊，谢谢，谢谢。